以前出门就是哎、欸，就是八大，现在出门就是育幼院、独居老人，或是教养院。无啊，剩下这一瓶给你啊，还咸呢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有豆有啊，无豆无啊。饮食业大概21岁吧，当兵回来就开始做啊，做到现在大概20年了。特色就做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把它做到我们的鸡排里面。一开始是做这个，是因为我女儿想吃起司，就开始做起司鸡排。做完起司鸡排，我女儿又开始说要吃海鲜，我们就开始一直往海鲜的方面去着手。我家卖的东西，任何一个产品都是我敢给我家里人吃，我才敢拿出来卖给大家。就朋友想去哪就去哪，哪个大哥说晚上要去酒店就走啦。以前的晚上出门不是一个人了，是一堆弟弟跟着我们出门了，然后想干嘛就干嘛。然后现在出门就是老婆小孩子跟家人，不然就出门做公益，差很多啦。以前出门就是哎、欸、就是八大，现在出门就是育幼院、独居老人或是教养院。会让我回头的原因就是我太太跟我儿子了。我觉得一个女人都可以为了一个男人而去改变，为什么男人不能为了女人去改变？这是让我觉得最尊重我老婆的这一点。而且我太太生了我这个女儿，也让我改变很多，包含我讲话的态度啦，对人与人的处事。看到小孩子长大了，你要怎么玩？你没办法玩，因为他又很坏。哦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时候开始做公益啊？8年前吧，就是一直做到现在，都没有停。客人的小孩子不要穿的衣服啦，或者是大人小孩都帮我分开，那我们都会集中起来，固定一个时间去发给全台湾有需要的孩童跟一些弱势的族群啦。口罩。就像儿童节，我们就会固定准备一些糖果、饼干啊、新衣服啦，然后炸鸡啊。请这些孩童吃 啊，每个月都有固定会一两家的育幼院跟教养院会给他们庆生。以前人家看到我们都叫我们大哥，都叫我们什么哥，我觉得不切实际啦。因为现在生活很好啊，我非常喜欢，反正钱赚多赚少是一回事，只要老婆小孩子家人在身边，我觉得够用就好了。钱可以再赚，家人的成长、儿子的成长，我都陪在他们的身边，我觉得是最有富足的感觉了。